年代，90年代，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台湾是最有钱的时候，非常好的时候，对。对然后，1980、1990年代，对。80、90年，从八零后月一直到九零，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正式的这个退休，不能够延退了。最后一次，那已经70岁了，就是那个1990那个年代，整个这个年代的时候有机会出了外国，去玩到外国去。对，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师范大学那个科学教育中心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在科学教育得到很多钱，是是，我自己都感觉用不完的钱，是是是是，哦，就是我会申请很多钱，来做很多的很多事情 ，project， 对，然后跟澳大利亚、跟加拿大、跟美国都有合作嘛，哈，机构做个合作的那个对研究，是，然后。跟美国也有，美国有 ETS， 对 ，ETS 知道吧 ？ETS，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， 我知道 ，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，OK，、那个 okay. 做那个英语考试那个 ，Yeah，ETS 都跟他合作做过教育的研究，是是，然后很多机会出国开会，哦、oh, ，对，出差嘛，那时候也等于是出差，有些事情的开会。那每一次开会，我总是早几天去，早晚几天回来。对，到地方当地看看嘛，对，那、啊、很好啊。像你这个样到处走，但是太棒了，不一样，我很匆忙，就是。呀，对。那个时候我知道你们都是美国很多地方都有的，是，我不敢跟你们联络。哦，你忙在忙，对，有空去哪里？对，我晓得。所以到一个地方去，到处走，到处走。对。老师一个人去吗？还是跟师母？你有没有去南半球？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啊，奇怪，这样南半球啊。南半球去过澳大利亚，去过纽西兰，还有那个斐济岛。南半球是阿根廷。老师去过很多，老师去过了啊。我澳大利亚是去过，对，到 Perth 最常去。Perth 那个有那个地方一个大学，里面有个朋友，他的国家的计划跟我们国家的计划哦联合，他是主持人，我是主持人。对，那个地方一年去两次，哇，很好。那个时候在澳大利亚做好几年。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哦，我到街上逛街，然后每一次带太太都是逛来逛去，那回家的时候就照顺路回来嘛，对，从来不会走过，但是到我上来的时候常常都走错路，真的，觉得应该左转回来，但事实上不是，要右转。你觉得应该右转，他是左转。为什么？相反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方向感有点相反的感觉。是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记得，然后洗脸盆那个再拿开。哦，方向相反，对。哎，发现他是这样。对。哦，是我大概这个方向感。有点 confused。对，有没有机会在那边开车？你讲这上半球有没有感觉的？我倒没有注意到那方面，不过那个你讲的那个水的有注意到呀。是，对那。但是你这样走一个方向感，那个哦，你倒过来了，就是倒过来，对。走这个上半球，是不是跟磁场也有关系啊？随便逛街回来的时候是倒过来，大概这个方向都没错。哇！不同路也一样会到，然后甚至这样去这样回来也没有关系。但那个当然是走错了，问一下，我说的这个英语是没有问题，会通啊，是这边，感觉到是这边，我说这边，每一次问就是这个样子。是，很有意思呀。有没有这个事？也、yeah. 不知道，也许是。我还好了，还好。我出去的时候，已经跟我的亡妻啊，
还有那个他的妹妹跟他的先生年金啊，都是因为都是他们比较年轻一点。那个年金呢，他的那个他有一个GPS 在他的身体里面，他的方向感很好了，就跟着他们走还好的啊。你现在这样在漫游世界是不是很自由了？对对对。太好了。像我那个时候，那个十几年的时候，几乎都在跑来跑去。跑来跑去啊！对对对。但是不是很自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限制我了？因为你心里是开会。哎，是开会，对啊。然后开会的，找空。现在应该能够不那个，我觉得压力也蛮大的。所谓压力，就是说你还要开会啊，还跟对呀，你还要准备开会啊，还有那个呀。而且开会也不一定说，一定要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够去玩。对对，比较压力比较大。不过也不错了，也尽量。不过就是你看了很多见了很多这个世界上各方面的，对对。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。对，像我们不管怎么样去旅游啊，不能去的地方也很多了，像什么是前几天那个钱明刚来说是他要去张家界。对对对。我说哎呀，张家界我早就想要去。张家界，对对，就是湖南那个家，对对对，也不可能在张家界开会。是是是，我张家界跟那个九寨沟都非常美的，非常美的。我四川吗？张家界在湖南，湖南，张家界在湖南，湖南。湖南呀，那个九寨沟在四川呀。从湖南去的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们这次去张家界是在湖南呀。钱明刚太太是我的干妹妹。钱明刚跟我很久了，我们以前在竹树附小就同一班。学生中学嘛，然后到台大的时候我们住同一个宿舍。思路那些。他那个，他本来是住那个 Washington D.C. 附近的玛丽兰 Maryland， Maryland 在华盛顿，美国国首都了。在钱明刚啊，对，后来他们在这个北加州 San Carlos 在什么地方，他买了一个房子啊。北加州呀，就是旧金山的附近，旧金山呀。那是。Bay Area， 对对，湾区有多少人啊？湾区很多人在那里。很多，而且中国人、台湾去的人都很多，非常多。像我一说，我不知道连湾区有那么多人。很多很多。我在湾区里面去了好多次。很多次啊，对对。不少次几次。是是是。因为你要去美国不同的地方做，是要经过旧金山。对对。要么就是洛杉矶。洛杉矶嘛，就这样。那么旧金山，我的儿子也在 Michigan。啊 ，Michigan。Michigan State 那边毕业以后，那个拿到毕业以后是到湾区。在湾区啊 ，OK。那个 Silicon。Silicon Valley， 在那边工作嘛，是吧？那个时候他住在那个。Fremont 这个对，后来才知道。然后他住在那里当时，我去的时候去住几天，回来的时候再住几天。是，见好几次。然后那天我也弄得比较瘦，旁边有一个 lake。伊丽莎白湖。天天早上去那边看鸟。呀，很多水鸟。是。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很多人在那里。那是多少年代？那是那个时候是。现在还是很多人。湾区。湾区当然我是比较
也那个时候有还有好几个朋友在那个湾区那里啊，好啊。Berkeley 啊、yeah, Berkeley 对，我去了好多次，是 Fremont 过去两三站，对这北边走的、yeah. Berkeley 我女儿住在那附近、我女儿住 Berkeley 附近有一个叫 Lafayette， 她住那里，我女儿跟那个我的女婿啊，还有我两个外孙外孙女儿都住那里，所以我隔一段时间回到北边去，这个是 Thanksgiving 我们要上去，我明天回美国嘛，明天回美国，呀、yeah. ，隔几天就飞过去看看他们，呀、yeah. ，所以去美国我是喜欢在旧金山谈天，呀、yeah, yeah. ，洛杉矶不远，洛杉矶太热，而且风气也不太好，呀、yeah, yeah. ，对。啊，那个年代是。很忙，但是也去了很多地方。哇，那个点点的那个地方，我觉得老师那段时间那个人生非常充实啊，非常啊，非常的充实啊。那段时间你的人生啊，就是那个年代是比较有很多事可以做。对，有一次是。人生的高峰嘛，是啊，那个时候。那每个人都有这个都会这高峰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很忙，我有时候有一次是在那次开会是在哪里？在芝加哥，在芝加哥啊啊 ，Lansing。是 Lansing， 对 ，Michigan University Michigan Lansing。哦，就是 Michigan State。Yeah。州立大学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早上开回来，经过旧金山这样回来，就上午五点钟到台湾，是，那我下午的飞机坐机我摔了，去哪里？哇、哦，那个简直是太累了，您这个两个时差，两个时差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时候是因为这边开会，那边开会，必须要去了，那个必须要去，不同的单位，不同的计划。对对，你主持所有的事情嘛，所以对啊，一定要。对啊，对啊，搞得精疲力尽。嗯，但是那个时候也不觉得很累，奇怪。是。嗯。呀。回到家，匆匆忙忙。马上就走了，马上就当天就要走了，东西改一下，安排一下，所以我说又上回去。太好了。好了，我很。